大家好，我是 Maggie 邓敏谦，欢迎收看《非常推介》。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演出的节目总览先。今期的推介包括澳门羽毛球格兰披治黄金大奖赛、 Frank Harvey 魔术汇演、澳门钢琴新秀汇演、雷颂德 Thank You 演唱会，最后再一起去回顾下陶喆演唱会的情况。没错，暑假就已经开始了，有些人就会选择回大陆，有些人就会选择过香港。那不知道过开香港的各位有没有习惯在广星门市买定船飞呢？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的八月就是升学的高峰期，到时由港澳码头去香港赤角机场的船飞都会挺紧张的。如果不想错过出发的时间，就要记得提前在广星门市买定船飞。羽毛球格兰披治黄金大奖赛的门票已经公开发售了。咁呢项赛事自2006年开始就已经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好手嚟澳参赛争夺冠军。咁中意羽毛球的你就要记得留意以下赛事的详情啦。緊張刺激的當然還有 Frank Harvey 他的魔術匯演，只此三場，各位就記得千萬不要錯過了。澳门钢琴新星汇演2013即将开锣噶啦，咁啊呢个汇演都邀请咗澳门年轻一代嘅钢琴家为大家作出汇演，同时更加邀请到香港著名钢琴家刘家博士为大家作表演噶。咁各位钢琴爱好者，你哋快啲买飞啦！音乐人雷颂德，相信大家对他都不陌生噶啦。咁佢喺过去的20年为香港的乐坛创作了多首经典的名曲，而今次的演唱会更加是纪念了他入行20年咁耐噶。几千个晚上心血有几多？多少个纪念只有你清楚，明白我。咁喺节目结束之前，我哋一齐嚟睇下陶喆佢喺澳门开演唱会嘅情况啊！你只为爱做过的，后悔的事多不多？如果已经不在乎，又无法说明白，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。另外，黄金拳赛二开赛在即，一班热爱拳击的青年有幸在赛前获安排和周市明进行了交流。
其實我一直代表澳門參加很多的拳擊比賽，也參加過世界賽、亞洲賽，在這個途中也跟周善明打完打了很多同一個比賽，他是中國、代表，我們當然會、支持他，還有、在他身上也學到很多中國人可以用的拳擊方法、不想那么闭翳，全新推出的澳门售票网自作售票机帮到你，你可以预先上网订票，选择你喜欢的座位，然后直接在现场取票，你都可以在现场使用自作售票机划位取票，简单快捷，一指搞定。哇，我们有这么好的方法帮到你，免去你大排长龙的烦恼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一于试下我们的自动售票机啦。今日嘅非常推介就嚟到呢度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嘅演出资讯，就要记得留意我哋嘅非常推介啦。我哋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以上介绍嘅门票可以喺澳门售票网 www.macauticket.com 度订购，或者致电24小时客户服务热线28655。客户除咗可以亲临广星乐门市上澳门售票网24小时信用卡电话购票之外，而家仲可以使用我哋新增嘅自助售票机进行购票。本节目由澳门售票网赞助播出。